干嘛啦？什么啦？我还要打码，很麻烦呢。好讨厌呐！我们现在在台北精致酒展，然后今天食品展跟这个旅展的现场，然后我们喝一排就醉了，为什么啊？好烂哦！以前我们都可以喝三排的，为什么今天就喝一排就醉了？以前是四排的。有了。这是很屌哎、欸，是万家香的、欸，一家烤肉万家香，那个万家香哎、欸，燕麦酒的味道蛮明显的，加上它的梅子味道也没有被改掉。你好像很会介绍，恩熙俊哦，恩熙俊，洗不到。快找掩护，小心茶，茶来喽，大家找掩护，小心茶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我就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讨厌男生，就是有时候会说别人问什么问题，你要说啊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什么这种？他最常的。对啊。我在搜证，我们都不要讲话。你真的是有自信的帅。什么意思？你的帅来自于你的脸啊。什么啦？加庙钱。对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公司附近的这个共享机车乱葬岗，一台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就有十六台，大家是都很喜欢把共享机车埋在这里。不用，怎么样？心得如何？紧张，紧张啊！有这么惨的吗？要来点笑。难以看清，无法参透的言语，心朝着你飞行，但这距离却也远离。只要永恒的明星，无法交错的剧情，却不想放弃与你的交集，沉浮于你的世界，失去动力哭泣而已，受伤没有光辉可以，找不到一个回家的原因。